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那是最好的时代星穹铁道贴纸全收集 2.2 星之梦境护照最后的大亨，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晨星与昏星星穹铁道 2.2。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你应该收到一个短信，然后接到一个叫热沙假日的任务，我们需要先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才能进入全部的地图。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往前，然后这个前方就是第一个贴纸，接着我们继续向前，然后在这个右前方能够看到一个 NPC 叫加西亚，我跟他对话，打完之后我们一直跟他对话，然后直到他出这个钟表把戏的选项，然后我们解锁，接着我们点击这个任务追踪，然后在它旁边有一个小钟，梦境迷踪，我们点击修复，进来之后最下方的黄色我们拉到最上方，然后中间的黄色我们往下拉，这是一格两格，然后让它贴到这个黑色的边，然后最上方的黄色我们也是往下拉，然后让它最下方这一格跟这个中间的黄色对齐，接着这个镜子我们稍微往下移，移到大概这个位置，让它形成一条通路，接着我们把这个中间的黄色我们给它拉到，先拉到最下方，然后上方的黄色我们给它拉到这个位置，让它贴到这个黑色的边，然后我们再把最下方的这个黄色我们再拉上来，接着在这个下方的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上方的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唤醒，唤醒之后跟他旁边的加西亚对话，获得贴纸，接着前方的门我们往前走，进来之后我们往前，然后在这个左前方有两个椅子，在这个第二个椅子上有一个健美苏乐达，我们对话，出来之后我们继续对话，然后就骂他，你这样的要求还是第一次见，接着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我们先把这一个传送点给它打开，打开之后我们先传送到一个其他的地图，然后我们再传送回了这个你造的传送点，然后以防万一，因为我不确定你不传送的话你会接下来会不会碰到这一个健美苏乐达，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这个第二个圆圈的就是最左侧，这个左侧的哈努的就是枪火试炼的传送点，为什么传到这里呢？因为这个地方能一次完成两个，然后在右前方这里有一个叫什么来，有一个 NPC， 反正你跟他对话完之后我们往前进入这一个哈努变身，变完身之后我们回头进入这个小洞，进来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在这个楼梯的下方，楼梯下方有一个汉龙变身，我们变回来之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我就可以把这个机关打开，这门就可以开了，然后在我们的接着南方向小地图下方往前走，这里是一个电梯间，我可以把这个电梯，我们要到负一层，这个彩蛋的贴纸应该是每一个地图都能完成，但是选在哈努是一个是我手误点错了一个东西，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健身也是在这里，这个健身那个苏乐达前方之后我们点击拾取获得贴纸，然后再往前走就能看到这个健美苏乐达，然后跟这个健美苏乐达对话获得贴纸，接着我们回头回到电梯之后，我们来到二层，
出来之后我们往前走，然后走到头之后我们往右拐，然后往右拐，然后就能靠看到这个贴纸。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传送到下方这个枪火试炼的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回头，回头点击就是啊这个传送的东西，出来之后我们再次点击，然后右上角我们先跳过一下剧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点击上方的这个，应该你的右下角就会解锁这一个叫什么盛会百科这隐藏挑战。我们先点击编号2一下，然后再点击编号1一下，两下，三下，然后再点击编号4一下，两下。那我们发车前往隐藏挑战，所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越过前方的大迷踪，然后右前方有一个小气球，在气球的旁边我们拾取完之后打开小地图，传送到右侧的这个后方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回头，然后在这个正后方，这个椰子树的正后方，这是筑鸟什么筑梦谣言，我们点击一下，然后在它的下方又是一个门，跟这一个对话筑梦模块，然后我们旋转之后我们往前走，走过来一条道，沿着红毯往前走，然后下方又是一个筑梦模块，我们点击，然后再次旋转完之后我们跟那个红毯走过来之后，我们把这个回收筑梦记啊，筑梦谣言，然后我们接着跟着红毯往前走，上楼梯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往前，这个是门是开着的，然后我们沿着这个路往前走，这里你能够看到一个 NPC 叫悲伤的看守者，我跟他对话，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弹球，我们启动，然后它照射的这个第一个环我们开启，然后旋转，然后它照射的下一个环开启，然后它照射的下一个环开启，然后它照射的下一个环我们开启，然后旋转，然后它照射的下一个环我们开启，然后发射。出来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这里有一个拼图，我们点击拼图，然后图上的这个标点我也已经给你们标出来了，接着我们回头找到这个弹出机，我们点击重置，然后照射的第一个挡板我们开启，然后它照射的下一个挡板我们开启，然后它照射的下一个挡板我们开启，然后旋转，然后它照射的下一个挡板我们开启，然后它照射的下一个开启，然后旋转，它照射的下一个开启，旋转，然后发射。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这个拼图我们也给它拼一下，然后同样的标点我已经给你们标出来了，获得贴纸，接着打开小地图，我们传送到热沙这个地图的最上方的巨星之路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往左看，这里就能看到这一个贴纸，记得关注再走哦。